平津战役是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的最后一个战役，也是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。这次战役开始前，林彪率领东北野战军刚刚打赢辽沈战役，以伤亡6.9万人的代价歼灭国军47.2万余人，其中俘虏人员32.43万，使东北全境获得解放。而淮海战役现在正处于相持阶段，胜利的风已经向我军吹来。在这种形势下，蒋介石想要放弃北平、天津等地，要傅作义的50万大军立即南撤，支援淮海战场。但傅作义不愿南撤，作为绥远的地方实力派，一旦南撤，他的主力部队将会被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吞并，到时候他就是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。而且傅作义认为，林彪的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里恶战50余日，需要休整3个月到半年才能继续作战。在这期间，他可以扩招20万到50万军队，保住平津绰绰有余。老蒋被他说服，同意傅作义继续留守北平。但傅作义除了死守外，还做有另外部署。他把老蒋嫡系部队摆在北平以东，把自己的部队摆在北平以西。如果战败，自己的嫡系部队可以退到绥远，蒋系部队可以从海上逃走，摆出这样的一字长蛇阵，给自己留足退路。但主席想要把傅作义彻底困在北平出不去，于是为了防止傅作义的50万大军扰乱淮海战场，二是防止蒋介石加强长江防线，对以后的渡江作战不利，所以现在必须有一个部队能把傅作义困死在北平，让他动弹不得，然后分割包围，就地歼灭。于是主席下令东野立即结束休整，迅速入关。林彪一面装作休整的样子大肆庆祝，又以迷惑傅作义，另一面秘密出兵，带着80万大军赶往北平。但主席还是彻夜难眠，80万大军连夜转移的动静，傅作义要不了几日就能察觉。而他一旦察觉到不对，撤出北平，他现在做的战略部署就会作废。他对着地图研究许久，决定下令让杨成武、李天焕军团由绥东出发，包围张家口、宣化，装作从西面进攻的趋势，然后吸引傅作义的主力部队过去支援，再由杨国炯兵团切断平张线，东野的先遣兵团随时准备投入战斗，只要困住傅作义的主力部队，他就是插翅也难逃。1948年11月29日，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包围张家口，平津战役就此开始。傅作义果然中号，他认为林彪的东野短时间内不可能赶过来，所以派出自己的看家部队35军前去支援张家口。35军是副部唯一一支全美械的军，全军配有美国奥奇卡车，可惜攻打密云的无心之举暴露了东野，惊醒傅作义，他命令35军立即赶回北平。眼看计划落空，主席在雪地里骂了2个小时，一骂杨李兵团没有切断张家口宣化之间的联系，让35军来去自由；二骂城隍兵团擅自攻打密云，惊动傅作义；三骂杨国炯军团拖拖拉拉，动作太慢，到现在都还没赶到。眼看就要放跑35军，成为历史罪人，杨国炯军团决定下饺子。下饺子就是下河的意思，在-20度的天气里，脱掉鞋袜，把裤脚挽高，或者直接脱掉裤子，防止衣服弄湿，然后趟水过河，做强行军。另一边，给留守在新保安的第12旅发电报，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，也要在新保安拦住35军。12旅在奋战1天2夜后，终于等到杨国炯兵团赶到。这时他们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毕竟一个旅阻击一个王牌军，只能拿命去搏。好在他们成功拦住35军脚步。杨国炯军团一到，35军被彻底困在新保安，同时把拼命接应35军的104军彻底歼灭。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，杨国炯军团硬是顶住了。蒋介石让傅作义立即从海上撤退，但现在被困的全是他的发家部队，傅作义根本无法下定决心。而主席就是看穿这一点，下令对新保安和张家口围而不打，对北平、天津等地隔而不围，直到林彪带领东野赶到。一同前来的有罗荣桓和刘亚楼。与此同时，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担负平津前线，与林彪和罗荣桓会合。主席决定由林彪、罗荣桓和聂荣臻三人组成总前委，林彪担任书记，统一指挥平津战役。林彪来到华北战线，野战军右路直接攻占石景山、门头沟、万寿山等地，包围整个北平。中路彻底切断北平与天津之间的联系，左路完全切断天津与塘沽之间的水陆交通。傅作
在就是笼中之鸟，想逃也逃不掉。1948年12月22日七时，华北军区发动新保安战役，历时9个小时，全歼35歼1.6万余人。35军军长郭景云自尽身亡。在攻下新保安后，华野还想为张家口围而不打，但傅作义却在35军覆灭的当天，令张家口守军弃城，于是我军直接发起进攻，当天晚上就成功解放张家口。到12月24日16时，我军以900人的伤亡，全歼敌军5.4万余人，仅有少数骑兵逃脱。至此，张家口全部解放。傅作义眼看大势已去，就想用战场移交的方式放下武器，秘密和主席联系，想要签订谈判条约。离去蒋介石，他更相信主席的领导风范，他走到这一步，随时冒着3个死。一是蒋介石发现他与那边联系，会以叛变罪直接枪毙；二是他突然投降，如果有部下想不开，会背后放枪；三是那边反悔，最后按战犯处置他。这三点哪一个都是死。傅作义现在的处境是步步为艰，而主席觉得，如果傅作义是真的有诚意，那采用不流血的方式当然好，但要定个最后期限。5天后，如果傅作义没有把他的部队全部开出城外，听候改编，那我军将立即攻城。傅作义看到谈判提要，直接气炸了。现在的傅作义还没有彻底看清形势，因为在他看来，这不是谈判，而是下的最后通牒。实在不行，他就自行解除兵权，然后向蒋介石请罪。与此同时，林彪看傅作义一拖再拖，已经准备攻打天津。他钦点刘亚楼作为攻打天津的总指挥，给他48小时，要他必须拿下天津。刘亚楼却说只要30个小时就够了。正说着，天津总指挥陈长捷派来的总指挥到了。刘亚楼觉得兵不厌诈，明明20分钟的路程，却拖了1个多小时才到。然后不经意地表示，自己路过杨柳青的时候，路面太窄，差点出不来。接着刘亚楼表示，我军可以宽限陈长捷4天，只要他同意放下武器。说是这么说，刘亚楼对进攻天津做的准备并没有停下。这边谈判代表在回去后如实相告，陈长捷果然中了刘亚楼的计谋。他根据刘亚楼来的路程判断，他们的主攻方向是在城北，当即决定把固守金汤桥的主力部队151师调去城北。4天时间一到，身在北平的傅作义派遣代表来秘密谈判。聂荣臻直接表示，我们今天谈的内容已经不包括天津，因为给你们的时间已到，我军现在正在攻打天津。刘亚楼在天津战场上实施东西对进拦腰斩断的战略计划，把陈长捷的军队分为南北两块，然后逐个击破。林彪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总攻开始炮要直接打到陈长捷的司令部。号声吹响，我军从敌人手里抢过来的步坦炮、高射炮等先进武器直接朝敌人指挥部发射。士兵跟进，没有桥就自己搭桥，感觉不到河水的冰冷，面对敌人的炮火也是面不改色。每一个前进的士兵都有可能被炮火击中，而他们必须前进。指挥部里，陈长捷瘫坐在椅子上，发现现在部署什么都晚了，已经中刘亚楼的计谋，金汤桥被截断，王牌部队回不来，天津守不住，就连他自己也将成为俘虏。而傅作义还是那句话，还是那句话，是，总司令说，还是那句话。攻打天津就像刘亚楼预估的那样，30个小时足矣，因为满打满算下来，攻打天津只用了29小时。金汤桥上100万士兵同为胜利欢呼雀跃，傅作义派来的代表直接变了脸色。林彪表示可以再给傅作义5天时间，如果他公开表明立场，宣布和平解放协议，那么你好我好大家都好，如果不行，那北平就是下一个天津。对于攻打北平，主席的意思是争取和平处理，同时做好攻城准备。因为北平作为文化古城，里面有太多不能毁坏的文物和古建筑，同时计划将首都定位北平，并改名北京。不管如何，还是要争取和平解决。在此期间，淮海战役于1月10日宣告胜利，蒋介石败局已定，当即宣布自己的隐退声明。傅作义也终于决定签订和平协议，接受主席提出的8项条件。傅作义在北平的军队也很快撤出城外，听候改编。至此，平津战役结束，北平宣布和平解放。平津战役是解放战争中3大战役的最后一战，此次战役共历时64天，我军以伤亡3.9万人的代价歼灭和改编国军52.1万人。6个多月后，
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定都北平，并改北平为北京。从此，中华民族开始书写新的历史篇章。如果喜欢，记得点赞关注，为你讲解更多的战争电影。